All right, who's that? Ooh, is that Penn? It is, it is. World record holder, 100 meter freestyle. 2009, that's like not long ago. 我们需要的就是应对这种突发状况的能力。我觉得这一个月我锻炼得非常好，现在发生什么事我都能够比较，对于我来说比较完美的去处理，这是我这一个月进步最大的点。采访多，主要一天六七个采访，现在慢慢适应。爱人，爱人，庞卷，内屏，其实都有吧，这个互动，五级枪了，看演唱会，最喜欢别人跟我说继续努力，未来可期，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你一定要沉淀下来，那些多谦虚，多看书，好。羽毛球，两个胜利好打男双。忙忙忙，还是忙。可以尝试一下200米和400米吧，因为这些跟我100米就是有相同的点。10米可能就是等年龄大一点，肌肉和力量能长上来以后，再开始去突破50米。有潜力的应该是200左右，因为其实100米有这个水平，200米应该达到更高的水平，但是还没找到这个方法吧。因为最近比较忙嘛，所以说训练比较没有很系统，以后会慢慢恢复的。然后做记者的也不能只看腹肌拿成绩说话。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乍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